你说你正常打游戏，你碰到这种攀升，你有什么办法呀？对吧？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。险棋不招酒，他要正常发育，咱们就正常发育。哎，不亏不亏，先补刀，先不丢筒子，我现在不太想给他抢我筒子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。我要等两个筒子我再丢，免得一会被抢的，我不能用二连筒炸他。他学的什么？更多火药。操！他居然闪过来了！我平 A 加 Q 应该杀了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那上路野区没了。我没想到他会闪过来。死亡的潮汐是我的归来。换野区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。怎么被干死了？这么难玩吗？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他上路野区是空的，那他不是崩了？他只能再上路吃一个火线。有补刀的话也能起来，就是可能要挨打前期，毕竟他装备优势的话肯定要切我头上打我的，本来装备军事的话也很难打，他要是装备优势就直接切我头上打。我给他情报啊，他也可以选择自己不打的呀，我又不能控制他，他觉得不好打，他可以自己选择不打。暂时远离杀戮了。他妈的，那不是地狱吗？这算了，吃个吃一两个兵，活不了。一次转身得到的。他一直没回家呀。他妈都被节奏飞起，又把他上路野区反了，那我是不是线都上不了了？哥们，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吃线了？我怎么吸？我吸不了啊，跟他妈打峡谷似的。这个都可以直接不用上线。打不了啊！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书。来玩一个更公平的游戏。我看剑魔 Q 加完了呀，我再不上线我就没有机会上线了。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
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我等他先推线，结果他居然不来反，他这不没道理吧？这不他们应该知道他下路去打小龙的，他怎么还想着去抢？他这不正常来说肯定反上路很 buff 的，这人咋回事呀？开始发懵了是吧？不是他这波正，他不是下路去支援了，肯定知道去打小龙了。他下路不动的情况下，他一定是过来反红的呀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又一个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当心炸药桶！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现在打不了，太劣势了。那队友不来的话，我现在都吃不了了，装备差太多了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受多了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叫啥？哎，你为什么还躲那边？你真别吓我了，我上路真的，你再搞就真玩不了了。啊？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你知道他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吗？他给我一种他在给对面演的感觉，这很没道理，真的很没道理。过来把我把我的兵线全粘了，全粘了，然后不进塔，站在外面给对面打死。我在火中找到我的憎恨。就你菜，你不可能菜成这个样子的。把我线粘了，然后站在塔外面，不是站在塔外面哦。站在塔下不进里面来，被对面打死，跟他把演员似的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我需要时间发育，看这剑魔一会儿去不去打龙团吧。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已经没有地方打钱了，说实话。烧吧！他去打龙团，我绝对不可能去。
down. 早就无可再痛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更多火药，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以为我不在意你的脚步。打个助攻，把他们吊在杀手马头上。Shut dow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转身，我放是一把匕首。看他们在别的路他妈杀的风生水起，那来个来上路怎么跟个呆逼似的？真是屌毛啊！防守系统即将脱落，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当心炸药桶！看吧，你看秀的风生水起是吧？那秀的风生水起，一来上路就送，越看越气，真的越看越气。他是真的一直都这么蠢的话也就算了，真的越看越气。我的仇恨骚了。太骚了，来你上路送，去其他路杀的风生水起。太骚了。第一波上路没了，我知道南枪把上路野区反了，那我肯定跟打野说你上路野区没了呀，对吧？给队友情报很正常呀，不然他抓完下路回上路一看三组也全没了，那他刷什么呀？我跟队友说你上路被反光了，这不是很正常呀？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我他妈受不了了，嘿，管你搞这么多东西，我操！哎，又 Q 空了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跟他一起，影响他操作，感觉。我跟他在一起，他没 Q 中过人。算了算了，哥们离他远点。我跟他在一起，他过来三发 Q 全空了。看他，不看他，不看他，我不看他，他就能杀。不要看他，不要看他。我只能说，八字不合了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
这魔应该会去打龙团，不会蹲我吧？我已经废了呀，哥们别蹲我，我就现在就是一条臭咸鱼，又臭又烂的咸鱼，搞我真没用，兄弟去龙团，去打龙团吧，真别管我。仁子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。更多火焰。要不就给吧，这个位置奇亚娜打团太猛了，这边剑魔也他妈在河道也还猛，我给个大，限制一下，看他能不能抢，不能抢的话就算了，反正我的大也不值钱了。我认为这波不打是对的。把他们的腰子砍出来。变得更强，确实打不了，这波谁上谁死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哎，怎么跟前面的剧情一样的呀？也上上把之前有个潘森跟那个 B 皎月也是打到中期有一波不顺心的，就是说要点，那就不会又是他俩吧？这不是这波正常来说四打五这波团确实不该接，有奇亚娜在这波团接的话我觉得很没道理。就这么干，更多火药。我从岩洞和海水中重生。我大没好，估计又要点人了。哎，看吧，又开始点了，跟那个潘森皎月一样。补点伤害，看伤害够不够，又混一个助攻。我想用命换这个塔，但我感觉奇亚娜要出来了，算了，走了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我要我要用所有的一切火力，这么离谱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烧吧！应该再打，打完了。我操，这剑魔杀疯了。谢枫桥听雨送的魔法书，谢谢劳塞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我想 K 的，我操，镜头还没拉过去他就死了。粉钻没了吗？等我打完这把先，要不再把单排试一下，
一直这样的话，别一会水友又要背锅了。我打完这把，我先单排一把，看一下怎么说，看一下是会不会正常一点。我要一路看回比尔吉沃特。把这小龙放了，我去吃个二塔。要么去拿吧，去拿吧，我们五个人，我们五个，他们少一个奇安娜，上路就600块钱而已。拿条小龙的话，压力没那么大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不给啊，直接开啊！哎呀，抢到了，可以。只要是我们的就没关系，没打起来都没关系。这龙一定要是我们的，那接下来的三分半钟之内就没什么节奏点了，感觉又可以再刷一刷，刷一刷蹲蹲点，抓个单啥的。来不及了，我想进那个草，这边给个眼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在上路是老大，你不可能永远是老大，装什么东西啊？你当了一回老大，你永远都想当老大呀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更多火药，吓死我了，我操死你。我他妈的，哎，我就想混个塔钱，我操！哎，中路快推，中路快推，死了没关系，反正不会掉大的，偷塔就完事了。我们这不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三座塔，感觉可以接受，三座塔。谢谢留给我的曾经送的年度票，谢谢。三座塔不亏的呀，三座塔，我感觉这波很赚呀。我们是劣势方，对面估计现在玩的人都懵了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大龙20秒的时候我就得回家去大龙了，下路先带一波。当心炸药桶！最害怕就是辅助作眼被抓了，就比较麻烦。先去大龙吧，下路线推一波过去就好了。我他妈都不知道你搁这装什么东西，男枪说你行，你就真以为你行？还好我刚没走野区，我知道对面那边可能有人。
他残了，还好勾下来了，我操，我差点被人卖了，他给他勾下来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别贪了，有大龙的死了就记了，大龙刷了呀，你现在死不管他们，我玩好我自己的就好了。哦，莱西，哦，莱西，哦，真的就不舍不回家呗，不知道啊，他最后还是送了呀，那能咋办嘛，最后还是送了，小龙还是要没呀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没扎中，扎不中没有办法，他已经残了，把果子 A 掉。这也他妈被抢，金山啊，我没捅过，哎呦，可惜了，我没操作好，我没有技能。我出错装备了，很烦，不能出巨齿的。一会把靴子卖了，出个青龙刀。我现在没有太多钱，把这装备卖了又重新买，直接合吧。现在打团太关键了。让开的太勉强了。我肯定会有人去上入侵线。他们对悲惨一无所知。
打倒随便开，不要水。先撸可以，撸可先，别急。Peace.